一个两个嘎嘎轻滚归来台湾切茶顿不求头白虎不名是点马口白狗土名是波涛人讲大世是海口甚至叫做牛马头心得以前是特产家己不名是电视剧的公山太祖顺治皇帝带兵过江登基以来改国号大清帝国用阮汉蒙古八旗平定将北支南打成一统天下开基创业92年传到第四代皇帝乾隆君轮到第五代嘉庆太子甲着伊身躯边的勇将利用两个人密游台湾传奇故事哦，还要去找阮阿姑，我路头也无熟啊，啊暗啊呢，暗啊我要对困，来遮困。这困难袂用的呢，这人的路呢，万一人也行过，我希望暂时上站的煞唔知。喂，喂，内面有人伫的无？我出外人无得困，永暗少困的。喂。有人在的无？无人在的。有人在的无？人福气就是安尼，来到这，拢无厝嘞，拄看这间呢，啊，这间拢无人在的，安尼可能专工穿咩我住的，因啊来这甲住一下，袂歹，袂歹。雷姐，你看这个家来。啊，你这么暗叫我，这是要创啥？啊，你是老高嘞？老高不敢骗我，我要哪样个出来啦？雷姐啊，咱两个头来还没接过，最近这段时间，我拢无闲通招你出来。讲讲你袂相信，狗眼。旧所在，同款样样。恶气极重，无法可敌。地球啊，咱真久无做伙啊，紧嘞，紧嘞，三斤糖吃啊！搞成这样子，你还叫我创什么啦？哎，困得差啥货啦？什么？什么？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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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什么人？你们在外面创什么？我管你什么人，恁这边来面创什么？哦，我知。
恁两个来遐讨客兄。你乱乱讲，你讲啥物啊？啊，无遮是啥物人的厝？我出外人，我无地大，我来遮住。结果恁两个撞入来，我哪会知？哦，迄查某阁足凶的，见面就主动，你我着扭开，着要疼，哦，伊的肉都白呢。你咧讲啥？你查我啥物人无？我会知你啥物人，阿弟客兄，我敢乱乱讲。哎，我有你袂拍一路，我出外人的，我出外人的，我无伊无我，你甲我拍落去，着阁了伊落去的。靠！我那那嘛切，我唔是刁滴啦，歹切啦，我唔知影讲。我唔知影讲，我出外人来住这间厝，拄仔撞着这间厝，就是恁在约会啊！我唔知啊，礼拜啊，我看遐型的吼，你做客遐有型啊！来啦，莫插伊啊！万一这代志，咱代志我唔知影，恁是变哪啦？不要紧，不要紧，你就免惊，遐出外人唔捌我，哈！遐若无这地头，啥物人唔知影我，哈！莫插，莫插，来介绍你吧，啊！来借问的哦，借问的，借问的吼、哦，阮阿姑住伫底啊？要找恁阿姑？嘿啊！啊，恁阿姑叫做什么名？哟，阮阿姑号做什么名？哎，这是我咧问你啊。对啊，我嘛是问你。啊，你无甲我讲恁阿姑的名，我要哪会知？阮老爸甲咱讲，叫我来找阮阿姑尔，伊无。你阿姑，你阿娘啊？对啦，我唔知影这间恁家呢。阿娘哦，我问足久啊，有影无？这是阿姑啊，阿姑无唔对，阿娘啊吼。哎呀，哎呦，你哦，这你的厝哦，这是我的厝。哦，你好野人哦，你好野人哦，安尼我爆死啊！什么？你咧爆死啊？嘿啊！啊！你来阿姑的厝，就是敢那你的厝同款啦。对啊，对啊。阿娘啊，哈，啊，你安尼吼，较早虽然拢无变呢，无变。你即马变大人啊，嘛是安尼。嘿啊，人讲袂用咧变，人啊变就要死啊。阿姑你嘛无变呢？阿姑也无变。嘿啊嘿啊。阿姑较老啦。对啊。啊，袂死哦。哎，慢慢死啊。哎，阿姑死是。讲唔对，讲伤紧啊。囡仔人唔能安尼讲。哎呀，啊恁老爸甲恁老母有冤冤家冤家无？嘿，拢转去啊，转去啊，嘿，转去倒位啊？转去迄个遐住，去遐住，嘿，伫遐困啊，伫遐困，嘿，啊是安怎？啊都足济人甲转去啊，转去，足济人甲转去，爱怎啊困去啊？啊我甲叫袂起床啊，哈，叫袂起床？哦，阿姑你有够外行，喘唔知阮。阮爸甲阮母啊，拢再见啊！过身去啊？唔是过身去啦，啊，无是安怎？袂记你起来啊？哎呦，阿娘，你即摆还佫甲阿姑一个讲笑，迄袂记你起来，迄袂起来就是死去啊嘛！对啊，死去啊！因为死的时阵，叫我着爱来找你啊！哦，我惊无饭人食，我唔食阿姑食，我足可怜的。不要紧，阿娘。你来阿姑家住，阿姑这个厝就是跟咱你的厝同款。自细汉阿姑就真疼，你即摆来就是跟咱阿姑的囝，阿姑也无生到一男半女咧，看对唔对？你拢无生哦，阿姑都无生啦。安尼你未生，你困过会看？是啥物土哥？阿姑都做起也无爱生啦。好安尼。啊，就你即摆来吼，就跟咱我的囝同。我变做你的囝呢，啊，嘛是会用的呢。安尼袂歹，袂歹。哎，我拄好当家大，我有饭通食。有咯，不但是有饭通食，每日互你食到稀稀巴巴，山珍海味。安尼，安尼，你就是爱什么就什么都有。安尼，你算有欠我的死人债就对啦。唔通讲安尼。哎，我拄好互你包饲呀。哎，什么的包饲？人迄是饲查某，唔知有做包饲。啊！你是我的外甥啊！你来阿姑的厝，啊！你爸母拢过身去，阿姑当作你是我的囝同款，你即摆就是甲我的囝同款嘛。对啊，对啊，对啊！阮老爸咧讲，讲我来遮找你，你一定会足有效的啦。
阿姑，唔系，我系对你足好啦，啊，你也足疼我，我足疼，足疼，啊，你我拄好大咧啦，吼，拄全你大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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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只厝唔干啊，你一个人尔哦，啊，等恁阿金，阿金啊哦，阿金一对，啊，你也唔捌看咧，吼，嘿，我唔捌看哟，我叫出来介绍，跟你熟识，好好，啊，你也坐哩，好好好，甲阿金熟识，来酒啊，来了，哦，出来者。阿娘，什么代志？丽秋啊，我给你介绍嘞，这个叫做阿娘，就是咱的外甥啊，伊就是我的继后，叫做丽秋，你的阿金呐、啊。阿金啊，歹歹，阿金啊，我办你啊，阿金啊，我办你啊，你办。嘿，我昨暝要来找你，想无地大只，住伫街啊买迄间厝，我去你住。啊！阿金妈偷客呀！这，你乱讲，这乱讲什么啦？摸唔着，摸唔着，甲一个体格足好诶，去烫衫裤。哎哎，阿娘啊，啊你太开始你看唔着人去啊？摸唔着啊，我看伊摸唔着，佮另外一个人哦，都歹看面诶哦。哎，你看唔着，你看唔着，我有影，阿娘看唔着。内面吼，迄房间几多间室啊？你见，看你介意住多一间，你全去踮迄间困。好，安尼哦。看唔着人，你看唔着人去，啊！啊，这一间我要困这一间，随在你拣。你若看介意，迄间你做你去困，唔通阁选着阁碰着人在偷听。哎呦，不会啦，不会啦，好难啦。啊，行，我看唔着人，你看唔着人，你看，我目睭重要。哈哈哈！啊，阿金嘛歹势，我唔知啊，看唔着人，唔要紧，看唔着人，唔要紧哈，啊，算起啊吼。丽秋，你即马还阁有啥物话通讲？啊？我，迄根本就是看唔着人，迄根本就毋是我嘛。看唔着人，我甲你老实讲，昨暗你订单我伫要困的时阵，你才跳头走出去。我看你走出去，我是跟你后面甲你跟，跟到有一间空厝所在，你甲一个大波人入，有啊无？骨子，这证据明明，你即款查某。真唔知廉耻，唔知见笑的查某，哼！恁遐赶紧叫人去甲我求伊，什么代志？惨啊啦，害啊啦！咱昨暗日才拄着迄出外人吼，原来就是迄老狗的外甥啊！老狗的外甥啊！嘿啦，那遐拄过？哎，遐个代志有甲恁讲出来？有哦，伊搁当面甲我讲，什么我去偷客遐哦？那即摆这代志是要安怎好啦？丽秋，不要紧。婚姻咱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老狗的财产。既然代志甲我发现着，一不作二不休，归去先下手为强。Oh!
怎么了？这个方法上好，安尼死无伤痕。寡妇啊，准来验尸也无证据。丽珠啊，这件代志做了真成功，除了你知我知，其他无人知啊。我嘛知。是。如果是你，听下听下，你听下你听下，你问阿姑诶，你该是不是？你该是不是？来来，你讲这件代志，刚好你看到啦，刚好做，刚保守秘密。你那古铁财产啊，到手，你田总哦，我一半给你，安尼你就好呀。好，我一半，财产。有一半，对。哦，那旧财产的一半，我都好嘢啦。好，一啊，这件代志唔能讲出去。我唔爱，因为着财产甲我那旧个协事，连日换我一半，我说好你来协事哦。明天，嘿，阿妹好。好。你别去杀，你别去。大家，哎，我那旧个起来，起来。别去。你赶紧去官府报案，那么讲安怎死？讲伊为钱啊无财害命，你霸占伊财产，怎？我来定。我搞死因啊！我无甲你甲挑袂用的，一定甲斩草除根。哼，这个过掉了，我唔相信你插死甲毙。我真正让这个歹人惊死！哦，直接背我俩真讲知影我伫伫遮，哦，足妖受骨嘞，讲要甲我斩草除根，我已经算。伊即摆对遐对去，我即摆着对遮算。我你点你从啥？你从啥？做差事啊？我唔是做差人，唔是做差。我要来这偷食饭啊！偷食饭哦！我毒药的啊！咁毒药安尼？系啊！你是啥物理由来要食来偷食饭啊？我走投无路啊！人要甲我抬啊！哦，甲你抬？系啊！是安怎？我有出外人啊！我走去住伫阮阿舅个遐，啊，阮阿金嘛讨客兄，去互客兄害死啊！阮阿舅啊去王永年翕个翕死啊！迄个客兄要甲我斩草除根啊！我走回玉啊，走来到遮哦，我路头无识啊，我走袂去啊！我是看内面有人伫个无？若无人伫个，我要入去偷食饭啊！是安尼哦。我袂做贼啦。啊，听你讲起来，有影只可怜啦，吼。哎呀，我做可怜啦。啊，这间我的厝啊。你的厝哦？啊。夭寿，你也不通甲我讲一下。你在地啊？啊，我家一个住伫遮咧。你家一个哦？是啦，是啦，是啦。有影无影？
啊，无安尼死啦！你来带遐只狗斗阵，要甲我做长工，啊，我三顿饭互你食。梅啊梅啊！哪会梅啊？哦，安尼你我巴肚的温人啊！我带你先甲你说多谢。别讲，来，来，去。我足枵啊！我枵，枵枵。你何做啥物名？做你阿成啦。好，你何做你阿成哦？哈，安尼你大爷啊！等慢咧，啊你。你叫什么名？我叫低高粱啊！低高粱啊！今麦作妖啊！我袂变啊！哈哈哈！你这两个高智哦！我多当你吃，你有饭通我吃。啊，免落，免落，三顿我你吃到饱嘞。啊，你若无饭我吃，无你才揢钱，我该来吃。你实在了，足爱讲笑啦吼！你这个人个才古锥古锥啦！啊，是我的，来，我教你啦，不要来，我还有一寡饭店先无你吃。来，处理的啊！你饭要我吃，你爱开门我去，我开门的红当作茶楼门口。啊，你就是安尼，老实有我的。对。来，你来。欧巴，所有财产跟厝价拢在遮。真好。哎，欧巴，啊，稍等嘞。什么大事？啊，你不是讲要跟我弯走国威？跟你弯走国威？你是真戆啦！我欧巴要哪有可能带你这款黑色走嘞？我跟你出门的用笑，老实跟你讲，我最主要目的是要提吃物件。哪只物件害我？什么？戆查某，这一切拢你家己做得来。我咧交代，从今以后，路头路尾若拄到我王爸，唔能甲我相招。你咱的关系也不准你甲我讲出去。那我知影你甲我讲出去，只甲相招物件，你别活我甲你拍死。走。你是伫咧哭啥的啊？我一定爱哭。是安怎就哭？我走投无路的时阵，就是你来啊！你解救我，转来恁家，我唔才有饭通食。你即马要去上京赴考，即马你若去，我就无饭通食。我唔是爱哭。哎呀，你阿哩那就烦恼啦！我不问人家，我唔免烦恼。你也唔是讲你要行啥户口，你有摕钱叫我当家吃饭啊？啊，我也唔是讲要甲你赶，你那就哭啦！你去考试村，我一个，你敢要我带当家？阿娘，你那遐讲，啊，我要来上京赴考，当然我这行李就一定要甲我倒转来去啊！啊，我若是赴考若煞。我甲你斗阵，搁倒转来咱吃，安尼咱毋是搁斗阵滴咧。好，我甲你答应你来去行城，啊，你去考试，啊，你若考着，我会当搁喊你倒转来。就是啊，安尼免烦恼啊，吼。你对我足好，我一个人啊，无成功无讲啊，有成功我一定会转来报答你的。讲到遐去啦，吼！来，时间无错，来，来。是阿狗，故乡旧名是大狗，台南古都请看楼，永康叫做宝姜头。地号旧名是点仔口，北斗土名是宝斗，人讲爱说。海口。
李勇啊，你是打扮白身离开宫中，你叫我殿下，唔多若是去用听到舌头秘密是要安怎就好？是是是，该是该是。以后较小心嘞，尽量保守秘密，唔通让人知影，以免惹出麻烦。是，公主。拄则我带你去佚佗的几位，公主感觉安怎？嗯，实在有影好佚佗。哎呀，我逐工踮咧宫中诶，唔知影讲这个民间有啥物地下酒家、地下舞厅、啥物卡拉 OK， 迄内面哦是安尼美女如云，咧陪人跳舞、饮酒，实在有影好佚佗。李勇，明仔载哦，恁得阁找一个时间偷偷出来佚佗哈。公主，千万不可，万一若是去互皇上知影。小花是受当不起。一切有我负责，你是在惊什么？对了，时间无早，咱也赶紧回宫啊！吼。是。别紧张，别紧张。李勇啊，迄个人是在卖什么啊？公主，听你话讲，你别紧张嘞。哦，紧张。你有在紧张啊？紧张。你在卖这是啥物件？紧张就是香蕉啦。不是啦，是。这种物件是香蕉啊！香蕉是啥物件？香蕉就是香蕉啊！是啥物路用啊？这会食一个果子啊！啊，会食的嘞！你哦，紧摕来我食看卖啊！你要买吼？哦，足好食的，这台湾的岐山蕉啊嘞，有够好食的！哎呀，你试看卖！啊！那安尼湿干呢？这也湿。迄偌好食呢！啊，迄恁公主哦、喔，是啊，你若摕这个物件才食，我们公主食。恁公主阿臭的，未晓食。迄金蕉唔是安尼食，金蕉即包皮嘛。什么话啊？金蕉包皮啦，安尼啦，安尼啦，安尼，就爱安尼才会好食啦，爱裂皮啦。哦，就爱剥皮。对啊，对啊，对啊，你食看卖啊。真是美味可口啊！袂可口啦，香香甜甜啦。阮公主所讲这个美味可口，意思就是咧，俄罗斯的物件非常好食，意思。好食吼、哦！哎，是真正好食。是50块。你是要抢人个啊？哼！我袂紧张，我就是为着巴肚枵。我足可怜的，我几啊顿无食啊。巴肚枵。要趁钱嘛，袂用啊！这个物件安尼一个会使共卖50块。我几下顿无食，几下个拢无卖着，今仔卖着头一个，唔食会遐贵。无钱通食饭嘛，袂用啊呢！我若讲我的经过予你听，你真正会替我配货。你讲啥？你家己配？对对对，会足可怜就对。我家境足歹，我7岁的时阵哦，阮老母就过身呢。等下到我18岁吼，换阮老爸煞过身呢。我走投无路时喏，尾仔来住阮阿舅阿遐，住两日尔，换阮阿舅啊，阮也死啊。你是煞生相哈？我也煞生煞，你的尾嘴啊煞生。啊，无恁家人呢？大家人看到你遐尼搞死。阮阿母啊，甲阿爸是100岁老死的啦。啊，阮阿舅啊吼，是去洪害死的，唔是我煞死的啊。阮阿爹嘛，通奸害夫呢。哦。讨到地方的恶霸，我吼用个金啊运弹，硬甲丢死呢。喂啊！嘿啊！啊，你敢无去官府报案？报案哦，无解决啊。我有去报啊，因唔相信啊。伊个官府哦，含迄个合作王爸，拢有牵连，大家拢好朋友嘛。刷入去要搁了啊，要甲我斩草除根嘞。刷入去我走去玉，走到迄个朱罗山啊。朱罗山？嘿，朱罗山是啥物所在？朱罗山就是嘉义啊。嘉义？嘿，嘉义是伫咧倒位啊？嘉义就是朱罗山啊。唔是啦，我讲迄个所在伫倒位。台湾呐、啊。哦，台湾哦，台湾嘉义就是较早讲嘛，叫朱罗山呐、啊。嗯，我走到遐时阵哦，哇，可怜你知无？安那可怜？足可怜的，你知无？我唔知啊。啊，我都还袂讲啊，你唔就唔知。我去到遐吼，拄好伫个朱罗山遐有一间厝的门口，我肚枵到站袂住的时阵啊，
对去当着一个好心肝有够好的，叫做李阿成啊。李阿成吼，嘿，看到我巴肚作妖的可怜，同情我，叫我去因家做长工啊，饭给我吃。啊，尾啊吼，讲叫我甲担行李啦，哦，伊要来上京赴考啦。结果我一担来，伊入去考试啊，我拢无出来，无出来，我无饭通吃。伊给我一点仔钱，我唔只去判金蕉来卖，我卖卖，我想要做所谓要转来啊，安尼我有可能无？照你的做，我听起来，你实在是真可怜。可怜哦，是，可怜，安尼五十块给我，你若不南山的，无我走你。你拄只毋是讲你无钱通食饭，啊哪有钱通走人？啊？普通人讲安尼，拢唔捌走的较济啊。拢会跪着，拢好啊！公主，照这人伊所讲的，甲听起来，伊的做法实在使人真动情。公主，我看伊若要替伊阿姑报仇呢，这是应该讲顶天犯难。不如公主，你来提拔伊，让伊有一官半职通做，通为伊阿姑报仇。安尼嘛好，我问你咧。好，我给你问。你叫做什么名？我叫做狄国良啊。狄国良啊，嘿，狄国良啊，是倒三字啊？狄国良啊，狄就狄国良的狄啊，歌就狄国良的歌啊，啊良就狄国良的良啊。哎呀，阮公主即摆所讲的，咧问你即个，就是讲这三字到底是倒三字？哦，注音名啊，注音是歌啊狄啊，朱啊歌啊，乌啊良啊，安尼啊。无利用啊。因台湾的注音哪会甲咱京城拢无同款啊？是啊，我家己注的啊。你家己注音？嘿，我家己有时啊，含迄嘛煞煮出来，煮到规口底都有。狄国良啊，我问你咧，你有想要报仇无？要报啊，但是我无王八的饭碗，迄人偌济呢？那安尼不要紧，我让你做官。你要我做官？嗯，好，啊，我让你做官。切。你咧讲啥？啊，无伊，我做官就做官。阿娘，阮公主伊袂骗，吼，阮公主伊若答应要互你做官，你自然就官一通做。你有骗我无？看我做官就做官。是啊。好，啊，你要安怎我做官？啊，对啦，你准备文房四宝。恁公主变仙啦！你用东西。吃金蕉，吃了我要吃四个。你要吃粉圆饼无？啊，蚕草饼无？无伊要蚕四个哦。阿娘，哈，你误会阮公主的意思。哈，阮公主今麦所讲这个文房四宝呢，就是这个墨盘笔纸的意思。我毛笔就对啦，毛笔就讲毛笔啊，讲什么四个？我俩今麦要吃四个饼呢。哎，笔我只剩一支啦。哎，阿娘，你既然拢不离，你哪有笔啊？我只记得我迄个文人啊，我甲伊担行李啦，伊入去考试啊，啊，一支单交代我，啊，落甲剩一支嘛，我唔只有。哎，恁公主有啊先哦，乱来。啊，伊即马开心，啊，写写时间到，摕去予迄大官。啊！即马大官看到伊，迄胡阿仙人戆伊，啊戆伊了，就互我做官，对不对？啊，无写写就当做官。阿娘，你莫胡白讲。好，等阮公主来将这个物件交予你。好，将来你就了解。真正哦，你唔茫害我，我足可怜安尼。我知影，狄国良啊。你这个亏心家嘞，明仔载去祭宝天官府。站店的门卡口，就开声大话。话安怎？开中门迎接。我拄好夹入去硬捏，拄好捏死。是啦，我叫你安尼做，你照我的话就无唔对。安尼会当哦？是啊，大人自然就会带你迎接啊。好在这个亏心好啊，伊会给我迎接无？会当让你做官啊。真正哦？是啊。安尼好，安尼好。对啦。虽然讲我要让你做官，也毋过大人一定会得甲你口头考试。考试哦。是啊。考试我袂晓啊。是安怎？我伫阮遐考，我多摆考三摆，拢考无过。哈哈哈。你敢毋捌的？我都无咧所以还佫含疑学生。啊？李勇啊，伊毋捌的是要安怎做官？
这，公主，既然你甲忧心要甲伊斗相共，我看不如公主，你替伊想一个办法，甲伊帮忙到底啊。这，有啊，对啦，李可怜啊，我教你三句话。三句话哦，无唔对，头一句。家人若是问讲诸葛亮啊，你有读过偌济书？我拢无读书。你袂用安尼讲啦。啊，无可免我讲。就来讲，贤人不必多读书。贤人不必多读书哦。嗯，对。好，安尼我知。你知影吼？呀，你敢知影这句话意思是啥物？我唔知。阮公子所讲这句“贤人不必多读书”，意思就是讲，敖的人啊，无需要读真济书。哦，哼，予伊了解我厉害就对啊。对。安尼我知啊，第一句的，第一句。第二句，大人若是问讲诸葛亮啊，你捌偌济字？我拢唔捌半字。切，唔捌字就无资格通我做官咯。你来讲，灵通之人不必多识字。灵通之人不必多识字哦。嗯。啥物意思啊？一句的意思就是讲啊，巧的人无需要捌伤济字。只要那是脑筋好啊，那你就会当自然应用。哦，安尼算我头壳袂歹就对啦。啊，第三句咧？第三句，大人若问讲诸葛亮啊，你要做啥物官？我要做道官。切，这个官跟迄个官无同啦。啊，无我要安怎讲？你就讲有才自有技职，大人何必多问？切，有才自有技职，大人。何必多问？切，唔对，安尼是啥物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讲，有才能的人啊，自然都有个官职通做。哦，啊切，大人何必多问？就是阮公主啊，恐惊讲，伊只甲你教这三字尔，所以讲，伊今日大人若是继续甲你问落，你会无法度通应，会闹鬼。所以甲讲切，意思就叫伊莫阁继续问落去。哦，迄个切就是要甲闹鬼，要甲踢你啊，就对啦。是是。安尼我就会当做官哦。是啊，你会晓无？我会晓，我会晓。你会晓吼？我会晓。会记你哦。嘿嘿。啊，我若真正做官，我才请你，我才请你。你要请我？嘿嘿。啊，你我若做官时阵，你也对阮兜去吼。嗯。你去阮兜找我佚佗。恁兜在倒位啊？台湾啊。台湾。嘿，台湾左营。台湾左营。嘿，高雄隔壁古城春秋阁遐，遐阮兜。台湾敢无好佚佗？哦，台湾宝岛啊！宝岛，水查某偌侪呢？你去就爆死的，我爱讲，这真正的呢。嘿，啊，你若对遐去，你就去阮家找我佚佗。怎样？啊，你若对怎样吼？问我，大家都捌我。阿亮，刚讲你伫迄个地方遐尔出名，但是你唔通问大人，你爱问囡啊。我伫遐做囡仔头王呢，唔是头大呢。做囡仔头？嘿。若有机会去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予你请。好好好好，让你开心些嘞。好，三句会记哩吼。我知啦，我知啦。对对，大人何必多问？切，我定看我去啊，因为我安尼做，都大人何必多问？切，我甲话切哦，迄跋筊的就走甲无半个啊。对对对，我做官请你，啊，你会记对我高兴伊哦。诶，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啊。再见再见，大人何必多问？切，我要来做官。对哦，这个诸葛亮人实在是真趣味。是啊，对，听伊在讲，台湾是宝岛，有机会咱就来佚佗啊。公主，千万不可，万一若是去予皇上知影，俗话是行动不起。哎，一切有我负责的嘞。对哦，走，准备即时回宫，利用明仔载五更早朝，阮父王上朝的时阵，美好出游台湾。走。看倒会惊，是安尼，敢若未输十八王公呢？我唔敢入去。喂，喂，什么代志？我甲你讲，你入去甲迄个讲，叫伊开中门，甲我迎接。啊？开中门甲你迎接？对。你该死啊！你该死啊！启禀大人。嗯。何事啊？外口有一个巡查，敢若乞食的人，请大人开中门，甲伊迎接。哈？华罪拜小百姓，叫本官甲开中门迎接啊？嗯，岂有此理！真是表示本官无能。
好，派本官观看来。来，就是这位，是你，叫本官给你开中门迎接哦。对，叫你开门迎接我。好大胆的小鳖子，来人啊！来，给杀进来家吃。我三餐啊，娘，我家无吃啊。要你来接受的，你话什么？啊，不是我叫你开门迎接的，家亏是花姐。叫我开，叫你开，给我迎接啊！朝廷已经无什么东西无本官管管，你唔系啊？你我大胆来这个所在，藐视本官无灵，你家这圣旨啊！该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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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差大人，请了！来，跪了！唔系啊！啊！该死！你跪落，啊！我唔得爱趴落。钦差大人，你安尼创啥物？无你哪会跪落？因你是比我较大，你大爱爬起来，我大爱跪落。我比你较大。是。你哪会知？是不是咱洗身躯你捌看到？无你哪会知影我比你较大？唔是，因你手拿出去开是比本官较大呀。哦，阿姨有甲我画伫开心咯。哦，有够小鬼，伊甲我画当开心，我则比你较大。是，你比我大。安尼好。瞧，钦差大人起身。都去起身咯。哦，有够麻烦嘞。起身起安尼用一下。钦差大人，你安尼创啥物嘢？无，你叫我起身。我哪有叫你起身？啊，无要安怎？我请你起身是请你爬起来。我爬起来啊！是啊，爬起来唔得，讲爬起来啊！你讲叫我起身，我也知。是。安尼哦，啊，爬起来啊！请钦差大人开脱圣旨。完了。啊，什么完了？我无偷摕圣旨。我哪有讲你偷摕圣旨？无你讲我偷摕圣旨。哎呀，你误会！开脱圣旨是讲，请你从开示内面所写的字句。甲读读念念的，安尼叫做开拓圣旨。好安尼哦，或者是安怎我读哦？是。啊，怎靠腰啊？啊，这边我读啊。啊，这头啊，这低高粱啊，这我本人我知影。啊，这字我唔捌，这字较跳过。嗯。佮过来遮唔捌甲落过。嗯。啊，这字甲跳过。钦差大人。啥话？啥物叫做跳过浪过？本官听无。我唔知。你替我读。哦。钦差大人，你是唔捌字是无？谁讲我唔捌字？要无你来叫本官读。啊，你唔是讲我比你较大？你较大。啊，我较大，我叫你读来读。啊，该死。读读嘞。是。是，我比你较大嘞。好。开拓圣旨，楚人狄国亮啊，乃是台湾人士，与我有友谊之交，明日提拔一官半职，不得有误。嘉庆毕，原来是太子殿下的旨，这千万不可有误，为臣立的错。鸟鼠，抓什么鸟鼠？无你讲要叫神去抓鸟鼠？哎，不是，那是本官的代志。哦，恁这话我拢听无诶。好，你叫做狄国亮啊？我本人。你也是去开始来本宫堂，要创什么？你猜无？要做官？你有想要做官？对。哦，要你这个男扮，你敢有可能通我做官？讲话较有感觉嘞哦，我无啥爱做呢，伊硬叫我来做的呢，你敢唔知啊？哦，是，伊叫你来做的。嘿，我狄国亮啊，你知哦？是，你是哦，做狄国亮的弟，你知吼？哦，我知。我是狄国亮的哥，你知吼？哦，梁就是狄国亮的梁啊，你知吼？所有都狄国亮啊。就我本人。是，这位公子引进提拔，无你做官来讲。
咱大清帝国的王法，若是要做官的人，必须经过考试，有合格，才有迄个资格做官，你明白无？我知。你有准备来无？我有准备要来考。安尼，来人啦！打鼓响当啊！乡音道夫，因老夫心情一粒巴拉，甲一粒莲雾。许个莲啊！哟，现主席来向你口头的考试。我知，我有准备啦。准备好吼。我该精了，我精了，我错一下。你等遐大下。是是，歹势。不是啊，你等较细，等较细，安尼轻轻啊，放落就好。你这有时会得死人。安怎讲？自望看看放落，唔通等较遐大个，安尼人输的人会变面的钱，乎你，佫乎你惊着的。安尼哦。看看放落就好。歹势歹势，我是讲做官人的威严，生生大个安尼等的。嘿，啊唔卖，我惊着。好，是是，歹势歹势。别啊别啊。好来，佮对头啊来。好好好。等来看看等来，等来看看。看看佮放的。好，安尼对，安尼对。你喊我会哈，你喊我会哈，你喊我会哈，伊叫我来咧，哦是是是，伊叫我来咧，对不对？李国良啊，有，你读过偌济书？人人不必多读书。啊？哦，嘿，你捌偌济字？灵通之人不必多识字。你爱做什么官？有才自有知识，大人何必多问？切！古早兵东是阿头，这东沙过来就这，为哪再都坐两台？台南古都吃看闹，这英雄叫做……准备看我。公子，拄只我要准夫，准夫讲咱已经到台湾，才是安平港，咱为安平港定的。李姑娘啊，讲过，台湾的风景十分的优美。你哦，赶紧准备上路啊！是。准备来去佚佗。公主，请。